直击任贤齐同老婆恩爱买生果。众所周知，任贤齐是个好男人。日前我娱乐 CIB 在跑马地撞到小齐同佢太太 Tina 买生果篮。Tina 在生果铺入面好细心揀生果，专家一样啊，又教小齐点揀靓生果。小齐就好专心咁听，最后佢哋买咗个果篮。Tina 负责俾钱，小齐咁大只梗系拎嘢啦。两个一齐上车离开，仲笑住同 CIB 讲拜拜添。其实佢啱啱先同旗下艺人苏永康、梁汉文同王家强喺云顶登完台翻香港。据知身为康仔老板嘅佢，今晚都会出席康仔嘅婚宴。其实呢个老板最值得学习嘅就系锡老婆，康仔记住揾佢做榜样啊！中医点睇五脏六腑器官？中医讲求整体观念，体内嘅脏腑唔系单一嘅零件，而系互相连结。运行血气，维持身体机能的系统。